1995生命线是自杀防治专线，提供民众24点钟免费咨询关怀服务。而大台南生命线协会今年也迈入40周年，为着庆祝这个时刻，将在12月8日举办周年庆祝活动，期盼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公益团体。1995生命线是由一群愿意付出时间和心力的志工组成，在少数户需要帮助的民众。大台南生命线至今已经成立40年。为了要庆祝这个里程碑，将在12月8日举办周年庆祝活动，希望透过多元的方式，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公益团体。大台南生命线刚好就是承接1995这个公益团体，40周年庆，我们觉得应该要把它扩大举办，让大家都知道1995这个功用，因为目前很多人都不知道1995，所以我们利用这个40周年庆。来将它推广，举办记者会，并在12月8日举办阳光生命市集，借募集更多的资金来帮助社会大众。活动当天，生命线协会除了安排庆祝活动，前一百名的来宾也可以当得到1995的护国之灯啊。同时，结合新国电视来回顾这40年来的成就。我们一直觉得生命教育有各种不同的面向，今年开始生命线希望对外走出去，主动的让更多人了解生命教育它的意义在哪里，所以我们透过市集的活动，然后现场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成果展示，希望透过这些东西让来的民众更加了解生命线可以帮助他什么。自杀防治是生命最后一道关卡，透过推动生命教育，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，欢迎社会各界在12月8日前往支持，做伙参与这场温馨佮有意义的庆祝活动。记者沈文新娘区采访报道。